好，国际话题再来看看南北韩这饮食习惯差非常多，像是南韩今年一月已经正式立法了，强制来禁止吃狗肉跟贩卖，违者呢最高可以被判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不过另外一方面，北韩呢现在依旧把狗肉啊视为是传统的养生美食，在平壤政府现在还鼓励民众多多吃狗肉，甚至还举办了狗肉的料理竞赛。现在主要分析是因为北韩的经济太差了，缺乏足够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，但是现在也有韩国媒体说，随着饲养宠物狗的人潮是越来越多，尤其平壤的上层阶级已经渐渐改掉了吃狗肉的习惯。